释出为龙年集团总裁。资料照，记者陈永吉社，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对美长笛公主，饭店天后韩舍集团董事长赖英里被拍到和殡葬天王龙岩集团总裁李世聪逆流日本，李世聪身份也被起底。今年59岁的李世聪出身电子世家，从小含住金汤匙出生，外界估算他身家高达250亿元。赖英里的一周开拍到和李世聪同游日本，享受6天5夜顶级奢华列车之旅。谈话节目爆料李世聪光明在外，且已不是秘密，假装其小豆之情。据调查，李世聪很年轻就结婚，原配个性低调，先少曝光，育有一对子女。他是日本富士工业台湾公司日富电子董事长之子，从小被培植为家族企业接班人，曾到日本留学。韩舍集团董事长赖英里曾有最美长笛公主封号。资料照外传，当年李家的家族事业逐渐走下坡，李世聪嗅到殡葬市场转而投入殡葬业，自1999两年起积极拓展殡葬事业，还一举把旗下龙岩推上台湾第一个上柜殡葬公司。他曾被评为台湾富豪榜第41名，投资版突出殡葬业，也跨足金融、美容、媒体和房地产。去年被曝为了避税，将市值破100亿的龙岩股票赠与女儿李凯莉。